简单的说，功率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，单位是瓦特。如果我们知道灯泡两端的电压为5伏，所流经的电流为30毫安，则将它们相乘，就可以得到灯泡消耗的功率为 0.15 瓦。除了瓦特外，还有千瓦、毫瓦作为功率的单位。